好好的来认识一下我们四位高徒，四位嘉宾。好的，那我非常荣幸来介绍一下丽蓉队的这两位。首先介绍丽蓉队的这位漂亮的女孩子，她是呢在军艺啊学习的这个表演系毕业的。哇哦，她除了这个表演非常出色以外呢，哎，这个歌唱的特别好，曾经出过单曲《学爱一心为了你》，最近刚刚跟胡军、孙俪联手出演了刘镇伟导演的那一个《机器侠》。有没有去看？他就是我们新生代的影视演员甘薇，欢迎甘薇。大家好，我是甘薇。然后今天呢，嗷嗷激动，来到这个明星站起来这个大舞台上，心情老激动了，老高兴了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队，喜欢我，谢谢。欢迎甘薇。甘薇的这个名字乍一听起来就特别的喜庆，对，特别适合我们在酒桌上来进行。干杯呀、啊！是干杯哦！干杯！干杯！